我哋香港人其實都係嚇大嘅。記唔記得嗰時九七回歸啊？反對派點樣嚇我哋啊？我哋2003年要立23條啦，當時點樣嚇我哋啊？我哋一地兩檢嘅時候，當時又話：，誒、你無啦啦喺西龍站，你就會俾人拉噶啦。有冇發生過咁嘅事咧？做到過去一年嘅時間，我哋聽到好多有關反修例事件，又係嚇我哋。到到今時今日，我哋要立國安法，又喺度嚇我哋，成日都係販賣恐慌。但其實我哋嚇大啊。Sophie 完全啱啊！2003年你嗰時仲太後生啦嚇，我都已經留意政治啦。我喺行政會知道咩事啦？竟然有人話有一個深信噶，佢話23條立法，如果2003年嗰次通過咗嘅話咧，屋企有本聖經，警察上門嚟喺你屋企抄到本聖經嚟，你都犯法。是完全是無稽的，但是有人信，有人害怕。今天看回頭，就有人說，喂，不如不要中央為香港立條國安法了，不如我們香港自己23條立法吧。那說明什麼呢？一，悔不當初；第二呢，泛民碾爆，連國歌法，國歌法應該沒有爭議性的東西了，是啊，竟然可以在立法會那裡呢拖大半年，令到大半年令到 國歌法在香港都不能夠通過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現在國家要在香港立國家安全法，那你又說，不行，不如我們回去講23條立法，那真的不用搞對不起，碾爆了，too late。